开秋天的风，以及冬天的洛阳。忧郁的青春，年少的我，曾经无知地这么想。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，它天天地流转。风花雪月的诗句里，我在年年地成长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一个人。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等待的青春，不再是旧熟悉的我，有着旧日狂热的梦，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，有着依然的笑容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我们。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回忆的青春，流水它带走光阴大庄，他说他欣赏你，要一肩扛起家里的那种志气。欣赏你说以后要开一家自己的面店的那种理想和抱负。你真该看看他昨天晚上哭得有多难过，你就会知道他有多喜欢你了。做妈了也没什么了，只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开开心心的。小时候其实也很简单，他喜欢拿一个洋娃娃买给他就是了，光看他那个笑容，我就可以陪他开心一整天。派雄，你知道吗？最近朱红笑得有多开心，心情有多开朗啊，看什么都顺眼，做什么都欢欢喜喜的。所以派雄，你不知道朱妈有多谢谢你喜欢我们家朱红。所以我不求别的，我只求他能够这么顺心的一辈子。所以派雄啊，朱妈拜托你，你让朱红一直这么开心下去好不好？说不行，你压力很大啊。哦，你不要怕，你说你爸欠陶家多少债，我替你们还了。喜欢卖面是不是？我开一家面店让你当老板，你还要什么都好谈。我只要你永远喜欢朱红，永远不要离开他，你要什么朱妈都由着你了哟，这生气盼的还真够长的呀。怎么了？昨儿假也休了，你现在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呀？啊？陶妈，我以后再也不请假了。你说的对，休假会让人家生病。没发烧啊？啊？是这里病了。哎呦，这么快就失恋了？我去！哎呀，最讨厌你这么说话，吞吞吐吐的，有什么快点说出来啊！我这个，哎呀，一言难尽，陶妈，这人生真的是充满了矛盾呐。啊？人生哪儿矛盾了？这，比如说，像我想要胖啊，可是我怎么胖就胖不起来嘛。有人想要瘦下来，却怎么瘦也瘦不下来。还有啊，比如像那有钱人的快乐，为什么不能跟我们的卖面这种快乐是一样的呢？还有啊，当你没有人爱的时候呢，哇，你每天都觉得好寂寞。有人要爱的时候呢，你又觉得哎呀，我好想逃跑，好想逃跑啊！所以陶妈，你说是不是人生处处皆矛盾啊？哎呀，黑熊啊，
有人爱你不是挺好的吗？干嘛要逃跑呢？不逃跑我就大难临头了啦！哟，这么听起来，你还真的是爱上了一个麻烦了。不是我爱上了一个麻烦，是麻烦爱上了我。谈恋爱呀，本来就挺麻烦的。你要是想爱呀，就得心甘情愿的受；你要是不想爱呀，趁早拉倒，跟人家干干脆脆的一刀两断。哎呀，人生干脆点，不就不矛盾了吗？嗯，一刀两断，这陶妈，你建议真是太烂了啦！我跟人家一刀两断，还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头被人家一刀两断呢？严重啊！是啊，你看这人生矛不矛盾啊？哎呦，白兄，照我这么看来，你的人生不是矛盾呐，是恐怖啊！这所以说，这人生是充满了矛盾跟恐怖啊！哎呀。面来了啦，谢谢。傻儿子，这是饺子，不是面。哦，最近老是糊里糊涂的，搞不清楚我到底是喜欢朱红还是喜欢小诗。太小，你该不会是？在玩弄感情，脚踏两条船吧。妈警告你哦，这个对女孩子啊，要真心诚意。要是你敢花心乱来的话，瞧妈不赏你一顿屁股。我没有花心乱来了，其实这两个人是同一个人，就是一个是真的，一个是假的。可是我现在搞不清楚哪一个是真的，哪一个是假的。而且有的时候假的很像真的，真的又很像假的，都，哎，妈，你是不是被我搞糊涂了？嗯。其实我自己也被自己搞糊涂了。为什么我的世界这么多的矛盾啊？还是妈的世界好。妈，你可不可以带我去你的世界啊？你的世界，假都好像真的，没有烦恼，多开心啊！小白熊，你谈恋爱谈到失心疯嘛？真的就是真的啊，那假的就是假的啊，怎么会弄糊涂呢？像我每天在那边等船，那都是假的，安慰我自己用的。像小拍熊、冯大哥看得到、摸得到，那才是真的。这就是在手心的小宝贝。问题是我看到摸到那个真的朱红，就不是我喜欢的。我喜欢的是那个安慰我的那个假的小诗啊。假的？假的怎么能喜欢？那只有笨蛋跟傻子才会干那档蠢事哎。
所以我应该喜欢真的朱红了。那当然啊。是哦。哎呦，对哦，要是不喜欢真的，我这倒大霉。可是我是假的喜欢真的，那难道我要假一辈子啊？如果那个假的那是真的，那怎么办呢？我真的生气了，这个船误点也误得太严重了吧？不成，我得要回去给船公司打电话问问看。真是的。妈妈妈！到底想真的还想假的啊？老孙，好久不见啊。老孙，对不起，真的很对不起。可是，也请你们体谅我的心情。我真的不是没有忍耐过，要不然我也不会拖到现在才来找你们。我一直以为，只要我离开台湾，我就可以把一枚忘记。可是我错了。后来我想，只要我嫁人了，我一定可以忘记一枚。可是我还是错了。这十几年来，不管我在牢里，还是在日本，或者不管我睡在什么样的地方，我都一样会做同样一个梦。我只要梦到我把一枚交给你们的那个情景，我就会一直哭，一直哭，哭到我醒来，我还在哭。我知道你们一定很生气。当初是我自己说过，我绝对不会回来找你们。可是我真的。真的好想我的女儿，我在想，我的女儿现在长什么样子了？她漂亮吗？她眼睛大不大？她高不高？她胖还是瘦？我这个做母亲的。连我自己的亲生骨肉长什么样子，我都不知道。这种滋味，你体会得到吗？我承认，我真的很自私。可是天底下的母亲，我连自己的子女都是自私的啊。所以老孙，我求你，给我一个机会，好好的弥补一枚，好吗？老孙，我求你啊！因为不爱吃胡萝卜。因为怕打针，所以每次带他打针的时候啊，你只要看见护士拿针要往他肉里扎的时候，你就要拍他一下，啊，好分散他的注意力。他脑袋这儿有一道疤，小时候打棒球摔的，缝了5针，是我带他去缝的，我摁在他身上。让医生一针一针慢慢缝，缝得他又疼痛又生气。在回家的路上，
气得他一句话也不跟我讲。你妹三岁出水痘，到去年才出麻疹。你妹爱看小说，爱看漫画书，总是一边看一边笑一边哭。你们写日记，可是里边写的全是假话，要说是讨厌的全是喜欢的。你们爱赖床，闹钟响的时候他根本听不见，等你把他摇醒了，他都叫你半个小时以后再叫他，你就得半个小时半个小时的叫。每一回他非得等到上学要迟到了才肯爬起来。老神，我知道你们对他很好，这些我都知道。你知道？你知道什么呀？你知道什么？你除了知道他是你生的以外，你知道什么？你知不知道？我等这一天，我等了20年了。头一年一妹过生日的时候，我就想，要是那时候你出现了，想把她带走，我一定会告诉你，不可以。到了一妹过2岁生日的时候，我又想，要是你出现了，想把她带走，我还是会告诉你，绝对不可以。到了一妹3岁的时候，我又想了。要是你这个时候来想把他带走，我还是会告诉你，绝对绝对不可以，我绝对不可以让你把他带走。终于到了今天了，到了今天，我在来的路上，我又告诉我自己，我说今天我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告诉你，我绝对，我绝对，绝对，绝对不，我绝对不，我恨他，我恨我自己为什么是个好人，我讨厌我自己为什么狠不下心，不让你们见面，不让你们骨肉重逢。我讨厌我自己，我，哎，我讨厌透了我。为什么要欺负好人呢？为什么总是要欺负我们好人呢？为什么嘛？是，你说的没错，我们做父母亲的都自私，可是我对一妹的自私跟你不一样。我对一妹的自私，让我觉得没有一家的女儿有我们家一妹漂亮。我的自私是希望一妹得到幸福，得到快乐。我不希望她受到半点伤害，半点委屈。你说你想一妹，你说你爱一妹。
可是那用不用香果呀？把这个卖唱了19年的米米，让尹薇知道，他知道了以后，他会剁上个心，剁难过呀。你的子嗣，根本是为了你自己，不是为了尹薇。 我可以让我自己心痛，我也可以恨心痛，让阿侯心痛。可是我不忍心让我们家姨妹难过。我的话说完了，你跟姨妹是亲骨肉。 你想跟他见面，和他相认，我阻止不了。我只是希望你站在姨妹的立场，好好再想一想。所以，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你真的要？ 真的要以梅接受这个打击吗？我要跟一梅相认。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你真的要以梅接受这个打击吗？我要跟以梅相认。 你实在不配做姨妹的妈。我知道，对不起。好，我答应，我答应你们相认。不过我有一个条件。 我绝对不让步。好，你说。让姨妹专心练考，练考以后，我再跟你联络。老孙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 老孙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。公公，来，慢慢走，不要急哦，不要急，不要急哦。哇，公你好棒哦！哎，别搞，加塞姨，加塞姨。 哇，公，爸，爸，你看，阿公好厉害，他刚走了好多路。阿公，阿公，再走一点，再走一点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阿公，你看，阿公，这是我送的球鞋哦。你看，阿公，阿公，阿公，你看吧，鞋串结了，俺大哥行回去哦，敢会知？都转哈，阿球鞋敢买穿？往一边哦。 很棒，好吧，很强哈。
甲桌顶的豆粿递起，阿公你吗？啊？凭什么答应啊？你为什么要答应他？他们毕竟是亲骨肉嘛，所以我就活该要心痛就对了。苏院长，你不要以为我不敢跟你拼命哦。你混蛋呢！你为什么要答应他了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啊？你真的王八蛋呢！你真的很过分呢！你真的很气，我快气死你！为什么要打你啊？我知道你，我知道你生我的气，我也生我的气。别哭了，别让孩子听见了。你如果把一百万给他，我就跟你离婚。我知道是我不对，是我不好，我也很气我自己呀。可是阿浩啊，你想一想，我们想那个阿芬为什么不替我们着想？那阿芬也想啊，我们不替她想。可是我们想来想去，都是为了我们自己。谁替一梅想过呀？啊？一梅明明就有一个亲生的母亲，我们却不让她知道，这样真的对吗？啊？如果你是一梅，你希不希望得到真相啊？再说啊，等到一梅结婚那一天，要是她的亲生母亲不能到场，那是多大的遗憾呢？那万一……一美如果跟他回日本，我怎么办呢、啊？如果一美不要我，那我怎么办呢、啊？会，一美不会的。一美不是这种孩子，你自己养大的孩子，你还不晓得他吗？十九年的日子怎么过得这么快、啊？我好像上个月才给他抱回来的，在我抱回来那天，就告诉我自己，他是我亲生的，不管以后生多少个，我一样要给他爱，一样疼他，一样给他打，我要做一个真正的妈妈。有一天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我梦见他问我说。妈妈，啊，我出生的时候是怎样？我突然惊醒哎！对呀、啊，如果他突然真的问我的话，我要怎么说？我要怎么回答？所以我一定要先把故事给编好。我每天看着他睡着可爱的样子编故事。我每天牵着他的脚丫子编故事，然后就这样编着编着，我终于编了一个很美好的故事呢。是很好的故事，你还逼着我要背那个故事。
你也逼着阿爸、平儿、顺儿一起要背这个故事。你说民国54年12月7号，我们两个正在听收音机转播亚锦赛，中华队打日本队，啊，听着听着，你突然肚子痛了。可是你一直忍，一直忍不肯上医院，一定要听到中华队打胜了日本队，才肯去医院。拖了20分钟，一枚才生下来。好的故事，这么水鬼的故事，连我自己都已经相信，我就是在那天把一美给生下来的。那个女人怎么可以无缘无故跑到我的故事里面来？我的故事里面根本都没有她，她怎么可以这样？你说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老天爷为什么不让这个女人幸福一点，快乐一点？这样我就不用可怜她了。我为什么还要再可怜她？阿豪啊，因为你是一个好人。我们下一辈子不要再做好人了，绝对不要。不做好人，我以后不做好人了。老师，不做好人了。不做好人了。你别哭了，这次还不是一样。妈，阿公回来了。我们上来了哈。啊，你怎么都还没弄晚餐呢？我都忘记炒菜了。赶快去吧。我眼睛闷红啊。连鼻子都红了。啊，你都也一样哎。我先出去啦，你不要出去。哦。你平常又没有在哭的，我比较好出去编故事啊。好了。等不好你再出来哈。好。我给你等最近哈。哪几块嘞？他说不要吵我念书，先回家了啦。阿公，您睡。到店的那大柜台，给阿公听啊。哦。阿公，喝冬瓜茶。你是伫哭安怎？妈，你在哭哦？无啦，有啥物好哭的啦？这啦，头壳去有辣椒险着啦。哦，嘿呀，阿公啊，恁早见公公呐，每次切完辣椒就去揉眼睛。哼，跟恁阿妈同款。是哦，那阿妈遗传给妈妈，妈妈再遗传给我，所以阿公阿妈也不高哈。莫牵拖啦，你去后伯伯遐哦，灌几罐仔啤酒转来。啊，你不是说阿公不能喝酒？不是阿公要饮啦，是我要饮。今仔日我甲你哦，好好饮几杯。啊，进去啦。
行啦，你都喝醉了。哦，你才醉了嘞！不然我们来猜拳。孙艺美啊，啊你到底是遗传谁啦？怎么那么笨呐？啊，刚刚不是猜拳，明明叫偶输，当然就是偶喝啊。对哈、哦，不然刚刚那拳不算。什么不算呐、啊？我说的就算。我是阿母呢。好啦好啦，阿母最大，你算你算，你喝你喝。倒酒，遵命。我啊，啊，我啊，我啊，嗯，够可以。不行啦，肯定会喝醉的啦。你母啊，无咧惊啦，去。好，我嘛无咧惊啦。嗯。你们两个别喝了，喝够了吧？叫你爸不要啰嗦了，爸不要啰嗦。我不啰嗦，我不啰嗦。嗯嗯，哎，你为什么要找我喝酒啊？啊，是因为啊，人家不是说，酒后吐真言，所以哦，今天妈妈想听听看。你觉得妈妈有什么缺点？你要我说真心话？当然是真心话，不然我干嘛把你灌醉？你好贼哦！啊，要是我说真心话，你生气怎么办？才不会生气嘞！林木啊，一言既出，是嘛？都很好做。小时候我们不洗澡，你就会说啊，我们人类啊是土做的呢。啊，假如不洗澡的话，第二天就会变沙子。这个是为你好啦。哎，小孩子都嘛很欢，所以大人吼都要讲一些吼会吓小朋友、会让小朋友怕的东西嘛，这样才有效。这个哪算骗的啊？啊，还有，你把我的刘海剪着一个洞。啊，你说这是林青霞的新发型，这还不是骗？这个你还记得哦？嗯，那个我是被赞美吓到，我才吐嘴的，好不好？嗯。可是那时候我就觉得这样越看你哦，越来越可爱呢。嗯，啊，这样还不是骗？哎呦，是真的没有骗你啦。好，不然妈妈现在为这个事情跟你赔罪。啊，不用啦，过去就算了啦。不行不行，我一定要跟你赔罪。阿妹呐，妹，苏艺美，妈妈对不起你，我干了。哦，你道歉的好诚恳哦，我接受。谢谢啦。那再说再说。再说啊，再说，妈妈还有什么地方是不对的？你很没知识，没知识？嗯，那你没知识啦。啊，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考试三乘三那一次？嗯，啊，明明就三乘以三等于九，啊，是老师考卷改错了，结果你打我呢？对哦，我也觉得很奇怪。啊，老师哦，不是应该都是对才是？哦，怎么老师也会出错啦？啊，就是因为你没知识啊，害我被你在家里打一打之后，才去学校被老师打一打。哦，啊，那妈妈为这个事情再跟你说对不起。好，孙艺美，妈妈对不起你。好啊，好
你别喝了。爸，不要啰嗦，坐下来。还有啊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你，你很贪小便宜。我贪小便宜，每次买菜都买一点点菜，然后跟人家要葱啊，要蒜啊，要姜啊，要辣椒，我在你旁边都觉得好丢脸，每次都想要躲起来。还有，你不道德啦。我可不道德！你偷看我的日记，那是因为我不计较呢。人家万有兰她妈妈偷看她的日记，万有兰要跟她脱离母女关系呢。好啊，依薇，别说了。你让她说，你让她说。哎，要说哈，说不完呐。还有什么鸡婆啊，说话不算话啊，还有那个。我觉得很奇怪呢，人家的妈妈都很温柔，爸爸都很严厉，你相反，你比爸爸还要凶。然后每次邻居来我们家，你就当着邻居面前拿那个鸡毛掸子，把我们这样一直打，一直打，一直打。哦，每次都打得我，啊，讲得我好累哦。啊，听你这样讲哦，好像哦，妈妈缺点很多呢。很失败啦，也不是失败啦，啊，是你叫我讲缺点的，啊，我讲的都是缺点啊。哦，啊，优点呢？妈妈的优点呢？听你这样讲哦，好像哦，妈妈缺点很多呢，很失败啦。也不是失败啦，啊，是你叫我讲缺点的，啊，我讲的都是缺点啊。哦，啊，优点呢？妈妈的优点呢？优点哦，哎，谁说没有优点呢？你妈优点很多啊。你想啊，这个你妈啊，在菜场厚着脸皮跟人要葱、要姜、要辣椒啊，5毛钱、1块钱的省，省下来的钱呢，都是为了你们好好念书啊，是不是？再说啊，他急迫是因为你妈热心善良，是不是？偷看你日记是怕你啊在外边受了委屈回家不敢讲，打你是为你好，是爱你，不在别人面前夸赞你啊是怕你太骄傲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妈，原来爸讲这些。哦，我知道了啦，原来你的缺点就是你的优点呢。啊，好，来，我敬你。说来说去啊，我现在是一个没有优点的妈妈呢。没有关系啦，啊，再没有优点，你还是我妈妈啊。一妹啊，记不记得小时候，妈妈这样子常常打你？我每次打完你之后，你就很生气跟我说：“我一定不是你生的。”记得啦，爱不是电视演的那个晶晶。晶晶晶晶，孤零零，像天边第一颗寒星，为了寻找母亲，人海茫。Yeah.
晶晶啦，因为啊，那个女主角可怜，比较容易有人爱啦，啊，所以有时候我都会希望说啊，如果我不是你生的，那该有多好。啊，你就不是我生的啊！我不是你生的。我就没有他那个妈妈的那个鸡婆爱计较跟那个不道德了啦。孙丽梅啊，怎么那么没有良心啊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没有良心？时间它像是河流，慢慢的轻轻推送，有时候像是漩涡，很难静止而不动。开心的，伤心的，一辈子能改变什么？能相信什么？游走在梦的尽头，也常常不时回首。人与人擦身交错，谁停留谁又远走。我曾经犯的错，我曾经留下的遗憾，就让它去吧。如果想要时间存在遥远的距离，试图去弥补破碎的缝隙，我学着不放弃。愿你牢记我曾经爱过你，因为有你我才学会相信爱情，试图去弥补曾经爱过。